就是要保持冷静，然后赶快就是不要乱碰那个门，然后等他下来的时候，赶快跟工作人员。那个安全措施，不知道是他们 SOP 漏掉。摩天轮门有关好，那只是说摩天轮有两道锁，可能工作人员疏失没有关到第二道锁，但是门一样是关起来的状态下，那可能闸门比较不好关，可是门锁是好的。